酱呢至少在10公斤到15公斤之间，我们的市场价格是18万一公斤，也就是说它至少在180万到200多万这样一个价值，至少平均在200万。那么你可以联想到一辆法拉利轿跑也在200万左右，所以它真的不是一条简单的鱼，不是一条普通的鱼，它是来自于白垩纪跟恐龙同时代的水中活化石，就是一辆活的奔跑在水里的法拉利轿跑。第一次加税10%的时候都被美国经销商承担了，他们觉得没有问题，他们能承担。然后第二次加15%的时候，他们感觉到有一点点疼，然后经过双方的一个协商，然后大家各自承担了一半，也就是说加了25%呢，我们承担了7.5%，剩余的是美国承担的。